哎呦，小伙子请留步啊，我看你骨骼惊奇。停，我不想学武功。我是来招聘的。你们骗子也不能专业一点吗？去。小伙子请留步，我看你骨骼惊奇。停，那边你同行刚跟我说完招聘的是吧？小伙子，我真没骗你，不信你看看。哦，我在这里是招聘天兵天将的。怎么样，小伙子，要加入我们吗？啊，真的有魔法呀，好神奇，我要加入。想要加入也可以，但是得通过考验。那考验很难吗？倒也不难，你看他能编出蜡烛，我能控制火焰，你要先展示你的能力。这倒也不难，我呢可是个实验小天才，麻烦两位大神呢帮我变出一些道具，我呢好给你们做个实验。水天赋真不错，还行吧。小伙子，你已经被录取了，咱们速速去天庭报道。走吧。欢迎关注苹果连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